难怪你不敢反抗，原来请了个保镖啊！我来佛山开武馆，你们就排挤我。今天你又要来管我，奶奶的，你非要感觉我吗？没人要管住你。叶问，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？家阵人都没餐饱饭食的了。我来佛山的第一天，我说过。 上！